你跑什么呀？跑这么快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哎，站住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们俩先出去。小小，干嘛走？我说姓杨的，你要诚心砸我饭碗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白家的人找上门来了，说孩子他娘三番五次上门要孩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洞穴找到地方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有做过这么窝心的买卖呢。你和你妹妹一个前脚卖孩子，一个后脚就上门要孩子，你们兄妹是不是合起伙来算计我呀？哎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行了，别在老娘面前演戏了。白家人说了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把孩子他娘领走，从此以后不再上门纠缠，你看怎么办吧？我没那么多钱还你。没钱？没钱跟我去领人啊！快走啊，走啊！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你怎么了？嫂子，快起来，嫂子，快快快快！嫂子，你醒醒醒醒！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你没事吧？你这怎么了？天正一天就要没命了，一天就要没命了。嫂子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嫂子。他们不肯给一天治病，他们怕花钱太多，所以不给一天治病啊。大夫说，大夫说，要是再不治的话，就来不及了，一天就要死了。嫂子，燕正。你帮我把孩子要回来，他们不给治，我要给一天治病，我要给一天治病。你帮我把孩子要回来，我去，我去，嫂子，我这就去要啊，嫂子，来，我先扶你去。你是谁啊？你想干嘛呀？你是谁啊？你把儿子还给我！你把儿子还给我！把儿子还给我！为什么要卖掉我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是你的亲外甥啊！你怎么能忍心呢？把他卖掉？怎么忍心让我再没有一天呢？你还是不是我的亲哥哥呀？一天病了，他们不给一天治病，也不把孩子还给我。要是没有一天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怎么活呀？你把孩子给我要回来。把孩子给我要回来！你要不回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冬雪，冷静点。哥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杨大哥，我是今天的朋友，孩子得了重病，若不赶紧医治的话，孩子就没命了。我的一天，陈媒婆，陈媒婆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把钱拿来，把钱还给人家。陈媒婆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要不是为了还赌债，我才不会把那孩子卖了呢。如今钱都拿去还债了，哪有钱给你啊？少废话，拿钱来，谁愿意花钱买个病孩子呀？陈媒婆，您呐，喝口水。陈媒婆，您老神通广大的，您再给想想办法吧。我妹妹在白家门口哭得死去活来的，一天那孩子，
又病得快不行了，您让我怎么办呢？哼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就怕你妹妹不肯。你说，只要能解我的难，我去劝她。你妹妹这么年轻就守了寡，早晚还得再嫁人的。我看呐，不如现在就给你妹妹找个人家。改嫁？我告诉你啊，高桥镇上有个姓姜的大户人家，想给大少爷去二房延续香火。我觉得你妹妹呀，挺合适的。人家能要一个寡妇吗？我看你妹妹长得挺标致的，听说还画了一手好画。这家大少爷也是个才子，念过洋学堂，只是这几年身体不太好。身体不好？什么病啊？哎，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身上长了些疮什么的，不碍事的。要不，人家怎么会同意娶个寡妇啊？连寡妇都要，他这病得多厉害啊！不会传染吧？不会，人家江家有钱有势的，你妹妹嫁过去就等着过好日子吧，将来再给江家添个孙子，那大房啊就得让位。今天虽然我已经被沈家出卖，在沈家早已是个死人，可我是清白的，这你是最清楚的。你走了，爹也不在了，若是一天再有个什么好歹，那我真的就成了沈家的罪人。没有什么能比让我们的儿子活下去更重要的。他们给的彩礼钱足够换回我儿子，足够给我儿子治病，是吗？是，是。那家人还说了，要是不够，他们愿意再添钱。好，我同意改嫁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我要等一天好了以后，带着一天一起嫁。冬雪，这事儿没商量，要不然你就看着我们娘俩一块死，要不然你就送我们娘俩一块嫁。老夫人，那个女人的确相貌出众，端庄秀丽，丈夫也死了刚刚一年，还生了个一父子，以小人之见，要是就这么让他带着孩子嫁进来，怕会影响江家的声誉啊！而且，像这么苦命的女人，别再给江家带来什么晦气。苦命？你觉得她这样就算苦命了？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苦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至少她还有个儿子，她的这些苦算不上什么。告诉陈媒婆，这门亲事我应下了，
请人看一下他的生辰八字，找个好日子把他娶进来吧。是。啊，他儿子的病怎么样了？据说已经医好了。告诉他们家不要吝惜钱，把孩子的病彻底医治好，让他踏踏实实的嫁到江家来。嗯。哦，礼金也不要亏待了人家。嗯，知道。转告陈媒婆，我谢谢他了。是。嫂子，我走了，请原谅严正的不辞而别。我虽然帮你找到了一天，却没有能力救他，我实在太没用。嫂子，您为沈家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令我敬佩，令我惭愧。我没有脸再见到您，我唯一能为您、为沈家做的，就是查出杀害敬天的凶手。之前沈家发生的种种，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，错综纠结。只有找到最初的缘由，才能理清阴霾，解开所有的疑惑，让一天的未来能够平平安安。这一切都是从敬天的死开始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查明真相，替敬天报仇，替沈老爷报仇，给嫂子一个交代。保重。老夫人，按照您的意思，聘礼送到了，日子也定下来了。嗯。曹管家，我听说咱们要娶的这位姨奶奶，不但命不好，克死了自己的丈夫，还带着个孩子。咱们江家可是高桥镇的大户，就算是要娶进来做小，也得配得上咱们江家的身份和地位吧。连这样的女人都娶，别人怎么看咱们江家？难道真要让别人说咱们江家无望了吗？你娘家倒是有身份有地位，怎么就没有教养出一个贤惠体贴的闺女呢？这些年来，你可曾有一刻讨得廷恩欢心？你可曾有一时不让廷恩发脾气？要是你们夫妻俩能和睦相处，早日给我生个孙子，我还用得着费这些心思吗？娘，这事不能怪我，是廷恩他……闭嘴。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去苛求别人。姨奶奶就要进门了，你这个做姐姐的最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江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吃饭。我想请假回家看看。别骗我了，你是想去看冬雪吧？哎，刘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家里离不开人。我就回去一天，求求你了，二太太。算日子，孙少爷也该出满月了，早该把老爷大难不死的好消息告诉大少奶奶了。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。我只要看到他们俩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回来。您看行吗？好吧，好吧。不过你可得早去早回。还有，你记住，你这是请假回自己家了。若是老爷问起来，千万别说漏了。哎，是。谢谢二太太。
爷，舅奶奶。刘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家大少奶奶呀。孩子该满月了吧？姑姑嫁人了，姑姑走了。啊？什么？这就是大少爷的房间，你自己进去吧。禀告老爷，二太太，你放开我！你们吵什么？进来说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你们在外面吵什么？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我罪该万死，我不该瞒到现在才跟您说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大少奶奶没死，当初狗子救了她。他一直藏在娘家，大少奶奶为沈家生下了孙少爷，可今天他已经带着孩子改嫁了。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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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请大夫，请大夫啊！快呀！娘请喝茶。起来吧。谢谢娘。这是你姐姐曼云，也去给她敬杯茶。是。姐姐请喝茶。
你起来。是。昨天晚上难为你了，你跟孩子没怎么样吧？有老娘关心，我们都好。那就好。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就没办法做我们江家的媳妇儿。冬雪，你跟我来。是。以后白天你就在这儿画伞，晚上再去伺候廷恩。娘知道我会画伞。你的遭遇我多少了解一些，如果不是知道你有画伞的手艺，我也不会答应你带着儿子改嫁的条件。我们江家的伞房虽然不像华盖房那么远近闻名，但是在高桥镇上也是小有名气的。只要你尽心尽力把伞画好，我们江家不会亏待你，也不会亏待你儿子。没错，我替我儿子纳妾是为了要延续江家的香火。可如果江家娶你来，不但能给我生孙子，还可以把我们江家的伞业发达。换作是你，会不会也会和我一样答应让一个寡妇带着儿子嫁进江家？你可以开始干活了。曹管家，啊，这个新来的女人是什么来路？为什么娘对她这么客气，还给她准备了单独的房间？老夫人准备那房间是为了让姨奶奶专心画伞。她会画伞？是的。能娶她进门，是因为她会画伞。大少奶奶。要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曹管家，你别走，我还有话问你呢。娘怎么会知道他会画伞？他以前在你家伞房啊。我真的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曹管家，你别走啊。这个送给你，想我的时候写信给我。寄去哪儿啊？你就是新来的姨奶奶吗？是啊。你是谁啊？我叫秀秀，是江家的大小姐。你都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了，你不闷吗？你爹不也是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吗？他不闷吗？我爹有病，不能出门。你爹有什么病啊？为什么他不出门啊？不知道，娘说那个病会传染，从来不让我接近她的房间，家里除了我娘都躲着我爹。那你爹他病得有多久了？嗯，
很久很久了，从我懂事起就没见过我爹。娘。哦，姐姐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说的话你怎么都不听呢？让你不要搭理他。走，跟我回屋。写意画要求的是笔墨简练，气韵生动。这把伞被污染了两次，所以想用这种方法画画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。我就想用工笔画来试一试。工笔画是可以多层添加、反复上色的，因此它的覆盖力非常强。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大面积的平涂。爹，不如给这把伞起个名字吧。依旧，
好。海棠依旧，海棠依旧。谁呀？姨奶奶。曹管家。啊，里面坐吧。哦，不了不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只是过来问问，姨奶奶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？要是缺什么少什么的，您随时吩咐。有劳曹管家费心了，我一切都好。哦，曹管家，我嫁到江家也好几天了，从来都没有见过大少爷出门半步。想问问曹管家，大少爷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们给大少爷请了不少的大夫，可是哪个大夫也说不清楚大少爷到底得的是什么病。大少爷不肯医治，这身上的脓疮总也不见好。有人说大少爷的病也许会传染，所以平时大少爷就把自己给关起来，从不出门，什么人都不见。除了大少奶奶，没有人敢接近他房间半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些话我们做下人的不该说，您也就别问了。那老夫人呢？老夫人都没有办法吗？老夫人心里就别提多着急了，可是她拗不过大少爷。大少爷是老夫人的一块心病，老夫人也只是表面上严厉，毕竟整个江家都靠他一个人支撑着。我懂，老夫人是个大善人。是啊，当初给姨奶奶儿子治病，老夫人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把钱拿出来了。我知道。姨奶奶，您若是还念在老夫人救了您儿子一命的情分上，理应力所能及的帮他一把。啊，他一个人支撑着江家三房，很不容易啊。老夫人，那个杨冬雪还在那儿坐着呢，一动没动啊。不急，他会画的。那您是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给江家画伞呢？这个杨冬雪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咱们江家对他有情有义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理。他能站在廷恩房门口待上一宿，没有一句怨言，这可不是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做到的。他现在是在犹豫，而是因为他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，他担心这么做会对不起沈家，这就表示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是个稳重踏实的人。如果我一提出作画他就答应，反倒让我担心他的为人。是，老夫人说的极是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前一阵子华盖房发生这么大的事故，还能从咱们江家伞房抢走一大批订单？这全是他杨冬雪一个人的功劳。他？他在伞面上作画的手艺，不但挽救了华盖房的损失，还获得了林掌柜他们的青睐，因祸得福。只不过后来是沈家起了内讧，才把杨冬雪这个宝贝给弄丢了。哦，难怪老夫人会同意她带着孩子嫁进江家来呢。像她这样德才兼备、才貌双全的女人，带个孩子又何妨？何况一旦沈家知道了这个孩子，要回去是早晚的事。可杨冬雪这个宝贝，
就永远是咱们江家的了。秀秀，在踢毽子呢。我帮你吧。娘，你还在顾虑沈家？如今沈家只剩下了空壳，花盖房不会再有从前的辉煌。你现在是江家的媳妇儿，凡事应该以江家为重。如果你还顾念与沈家的情分，你现在就该好好的把儿子养大，那是你目前唯一能为沈家做的事情。我是个生意人，不会平白无故养个闲人在家。你得靠你的劳动换来你儿子的吃穿用，包括他将来上学读书的费用。我可以让你带着孩子嫁过来，可是抚养他是你的责任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的话你应该明白吧。媳妇儿明白。今天在沈家的日子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一幕一幕就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你和爹死的委屈啊，我已无法报答你对我的情谊，也没有机会孝敬爹了。如今我能为沈家做的，就是用我的双手把一天养大成人。画工细，意境深远，就连色彩的搭配也别具匠心，真是好啊！谢谢娘夸奖。曹海，哎，把姨奶奶画的伞拿去让客户看。是。你辛苦了。大哥，我们又做错什么了？又把我们押来。大伯，各位叔叔，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华盖坊工作了。我问你们，当初是不是你们胁迫荣旭，诬陷冬雪与人通奸？飞花的清晨里刀割。
伞下的风雨淹没了光影扑朔，几段风雨爱情随风逝去，天涯浪迹几番相遇，仿佛前世的错，今生来提。春去秋来到，几多愁。色更浓，岁岁又年年，梦还在，刻骨的誓言，随风远去，奔跑在身。是在虚。